这次展览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一个工厂无人化的目标，这是我们这次设计的主轴。2022年的这个塑胶展也暌违了4年哦。那这是我们哈摩想呈现给客户的，就像我们的 slogan 一样，未来更多可能。所以我们不只是想呈现机械手的产品让客户看到而已，我们同时整合很多的自动化设备，帮助客户端从取出到后段的加工整列，甚至我们搭配的机器人还有 AI 的系统来协助客户在从取出后的各项工作一一帮客户实现省能化跟无人化。获奖的是哈摩股份有限公司，掌声恭喜哈摩股份有限公司，得奖作品是全伺服 ST 系列搭载 Arbus 系统。哈摩这次研发的宗旨是希望给客人更多的未来性，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可能呢能够发挥到极大化。慢慢来去了解，其实哈摩跟金基几乎在塑胶机的成长是一起的。这几年其实最坎坷的是一个在展览部分的呈现，基本上大概台中金基在每一次展览我们提出的所有想法，不管它可能是天马行空，甚至很可能是领先业界，可能是目前业界没有看到，是3-5年后的这个趋势。其实包括我们志伟还有我们陈吉尊董事长都是义无反顾，只要我们开口，从来没有说过不要。在整个展览的过程，从前期在展览过程，那到整个策展之后大家一起去努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其实哈摩的这个企业文化跟金基它是贴合在一起的。他们其实对客人的对待，他不是只把客人当作客人，他是把客人当作亲人，他会一直陪伴着我们的这个客户，像亲人一样，他们的所有需求会倾心尽力的去完成它。再借助这次的机会，以代表台湾金基的这个销售部门，那也要再次感谢这个哈摩。其实哈摩跟金基，我们是一直携手向前，从过去到现在，那我相信一直到未来，我们都会是一直这样子的合作下去。我们有3台机器，都是用哈摩的机械手臂去做搭配。其实这个是让我很惊艳的一个地方哦，就是哈摩的机械手臂，它除了做这个成品的取出以外呢，它这一次还非常强的搭配了一个后制程的一个系统，也就是除了取出以外呢，它做检测，确保这个出来的成品是100%的良品，再搭配堆叠的一个摆放，还有一个运送到去做包装，类似 Total Solution 设计的一个概念。后段的这个夹具的制作上呢，它能够100%符合我们的需求。我觉得这一次的展出搭配了哈摩的机械手以后，让我们正雄的机器能够达到更完美的一个展现，这个是我也要谢谢哈摩带给我们的一个附加的价值。我们介绍给客户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一般的取出的这个工作之外，我们可以再附带后续的一些加工，例如裁剪、排列、堆叠等等的这个部分，帮助客户能够尽量做到减少人力的这一个部分。越南慢慢也因为人工问题开始有一些智能制造跟一些省人力的问题，那也希望未来在越南这几年，哈摩能在越南这个品牌市场慢慢的去建立一个一席之地。我跟哈摩配合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久的 partner 的关系了，因为他们的话可以就是配合上我们的机器速度，因为有些客人生产比较薄件的话，那他们都会追求比较快的秒数。那哈摩的机械手，因为我们有跟他做配合比较长远，所以他知道说我们客户的需求是什么，那它可以非常好的去跟客户的产品做搭配，也可以跟我们的机器做搭配。如果说客户有需要快速的生产线的话，我们会推荐他我的机械手，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他们的生产效率更拉高。哈摩的机械手臂其实在国内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一个指标吼，那包含它现在整个做到一个轻量化，那而且其实
他们在一个稳定度跟精密度上面，其实整个搭配起来是非常的流畅。然后再加上其实现在客户啊最注重的在设备这一块最注重的其实都是售后服务，然后跟一个维修的速度，还有一个客制化的程度，然后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整合，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套 total solution。 对，那这个方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想法意念还蛮接近的。我带领这些研发人才，基本来讲我们的就是创造一个未来，是我最大的期许啦。2023我期许当国门大开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带着我们的专业来帮助客户能够快速导入整个的自动化。同时我们自诩我们可以是每个客户的陪跑员，提供最新最正确的一些自动化知识给客户。那我们期许我们能够跟客户一起成长，也期许我们可以成为客户端在台湾的唯一自动化伙伴。